到云上草原了，敢不敢挑战费拉达？敢去就服你。我都要回家了，这是不让我回家了，这是。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宠粉。费拉达到了啊！听说这个可长了，要走两三个小时。走吧。这么多刺激的项目，你不害怕啊？我说回家。来都来了。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！开始了啊！你别往下看，加油。不看咋登啊？对哦。你倒是下呀！不会又骗我吧？我都拴上了，我能骗你啊？要不下来你是我儿子。行，妈妈走了，拜拜。骗你的，我下来了。刚爬完岩，就来爬这个。我胳膊还没好呢。这个风景多好呀！这个和那个室内的可不一样啊。我都不敢看。往下放，不用怕。一脚踩空了。这可不清楚啊。踩空，那可不能踩空啊。第二个项目了啊。咋了？我在你后面，你放心走，这绳很结实的。买了，受益人填的我。一个拍段子的博主，硬生生的变成了极限博主，自己在走着。哇，这个高度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这太不容易了，挺吓人的。是真的高，吓人。走吧，下一个。等会儿，我挺热。哎，刚子，你说要不要在这开直播跟粉丝唠唠？这里行啊，走，赶紧上去，来不及直播了。走吧。天启啊，这感觉都看不到头。又开始攀岩了，这好高啊！这个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往下看，加油！费油鼻子劲才爬上，已经过来了。华山也就这样了吧，差不多，特别陡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已经爬了这么多了。哎呀，加油！马上成功了，别说话，体力还够吗？够。最后一个项目了啊！你别晃，我没晃啊，现在是一根绳子，我都没上去，给你吓的。往前走，往前走，登顶了。你这算不算踩到我头上去啊？哎呀，失足了。现在也是过命交情的兄弟了啊。这最后一个项目比那个钢丝桥好多了。太酷了！啊，这个体验真的是绝了。往前走，我刚才主要找你要谈华为 Mate 60，这就给我发货了。偷偷领是吧？都说不是苹果华为买不起，是我左下角极速链接更有性价比，领得快，发货也快。好好好。这个地方我再也不来。这回总没啥别的挑战了吧？都做过了呀，我也再也不来了。走，回去了，回家了，终于能回去了。赶不上缆车了，都要走下去。这儿没路。